196秒，他会穿墙。十二。哦，所以打他会升等级。哦，打他升等级。嗯。突然就死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嗯 ，R 的。哦吼吼。真的很多，不知道啊，他可能跑了吧？他跑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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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跑很远了。怎么跑很远的？看，你看小地图是不是有个骷髅头？啊，那个骷髅头的大小就是他的那个远。打快死了吧？瞬间移走，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他来了，他来了。哎呦，他是走了，他是走了，真痛！没关系，我就去会一会他。是哦，那这就真的是开外挂啊！不然他就是有用 bug。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我往你那边走过去了。你们背后，你们背后，你们背后。哎，是哦。所以我们骷髅头吗？有啊有啊有啊，离我们还蛮近的。不是啊，我是说我们有骷髅头吗？没有，杀黄人不会。我们没有杀到他吧？就我管他红不红，他只要没有，他没有顺走，他只是在跑而已。他杀了一个人。他杀了一个人。